遣兵攸关各位一年后的部队生活，所以你们可要仔细听，小心选哦。各位弟兄，大家好。好，我是代表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。哈，这官可不是简单的人物哦，他可是有厉害的兄弟当靠山，就混在入伍生里。不是那个跟我长得很像的吗？越看觉得越奇怪，怎么跟我长得还蛮像的？好不贵的感觉啊！王过去刚讲，有没有说长得像余霞之拳？我操，替身啊！把他签下来，以后给他工资。辛苦不给他拍，轻松我来做就好了。无言以对，只能说你想得太美了。惨，是吗？不累不累，我没骗你吧？听你的，听你的，去特战。好，因为我们知道叶大同要去特战，所以我的手下吴天良画了一张东西给他。好，欢迎第一个来，比较难料。特战保命，有这种严重的这张在手，我就不会怕任何事。加持过的，再加上有德基的口水做护航，想必选兵会的 NG 一定会好笑到爆炸。请问你认识成功林188营站的老板娘吗？哦，你说吴姐是吧？营站没有吴姐，只有红姐了。星星泡泡来相挺，未来日子铁定好过。想到这儿，当然要来个 Give me five， 鼓舞一下。超没默契！怎么可能？我连发票都没中过。虽然没中过，但也不用气得把瓶盖掉到地上吧。对不起，平平看一下你瓶盖掉了。给了，你被贬走了。学长，我没有看错啊，你们班的人全部都要去特战。我要去特战，这是心甘情愿的心声吗？喊咖之后来揭秘。我要去特战。无论内心再怎么 say no， 劝你还是认命吧。露营听得懂吗？世上会有如此好看的事情吗 ？OK， 好，这是假的。导演，你这玩笑开的可真大。我要去特战。很好，鼓励。行动 ，OK， 好 ，OK。陆生，刚刚没有超过161，没办法进特战。哎，等一下，有事吗？你真的很喜欢浩志吗？